赤身裸体的一个人坐在地上，面前面有一个一张有一张灯的红的灯，就是同一个人画的。这个勒帕热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他是他也是现实主义，但是他是现实主义最晚期的。其实他的年龄呢，比莫奈年龄还要小，但是在这个展厅里，把他叫做先行者。很多人呢就会提这个问题。上次左三院。他就结婚，有一个人提的非常好，他说这个人年纪这么轻，怎么也叫先行者？这里顺便今天不得不提到先行者的讲。这个勒帕热这个人是现实，他的老师呢就是学院派，他自己呢是画学院派的这个功夫掌握的非常好，他的技法非常好，但是呢他一直就是遵循这种现实主义的理念，就是画现代社会，画反映普通的老百姓的生活。画这个平民的生活，这幅画被认为是勒帕热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我们法国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个名作。这幅画好像上次这个跟米勒的画好像一起来，可惜这个展览据说就很少很少人知道，很少很少人去看，真的是太可惜。这个是他是画一个农夫坐在地上，带着饭，好像是他的老公吃完饭的。睡午觉的躺在草地上，这个是非常反映这个老百姓是影响的印象派，但是他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画派里面最后的一位艺术家，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位艺术家，因为他的画派是归到了现实主义，所以而现实主义呢又是作为印象派的先行者存在的，所以就把这幅画这个策展人。这个法国的这个马蒙丹莫奈博物馆就把它归到了先行者行列。这幅蒂欧戈尼这幅画是裸选，我觉得这幅画画得非常好。不过我们刚才在楼上看到，注意看看这个故事，我相信老赖应该说过，就不再重复。反正这个蒂欧戈尼是全民主义的代表，而且他是个希腊人，我们希腊的哲学家，也是很有趣的。这故事蛮有趣，我就选了这点。那么左上叫做科罗算是巴比主义，也有人不把它归到巴比主义，但是巴比主义就是他们在解释的，把它画到右下角的这个卢梭呢是这个巴比主义的领袖代表，所以这些呢我可以看到这些他们画的现实的绘画反映这个贫苦农民的生活，反映这个劳动人民的生活，所以这些题材都是这个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出现，工业革命之后才出现的这种现象，在之前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印象派的来历，它是一直现在的。